大家好，我是旅游小伟。然后今天我比较早出门，大概三点就出门，现在来到这边富基渔港，大概五点多吧。然后今天白带可能会不错，因为刚有去找他们聊一些啊，昨天有咬，然后这边因为现在满满都是人，也满满都是车，我相信晚一点应该会更多人。听说昨天白带讯号是还不错的，然后我刚到，我先赶快准备下去，因为天要黑了，希望天会这波我可以多拉几回。那先这样咯。各位，这是我今天准备的，那因为之前虾子啊都不够用，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多买了一整盒的白虾跟剑虾，然后青虫，可是目前这边客满，所以城里的话我就暂时都没有抛了，就等可能下半夜人比较少的时候再开始来用城里。那我来的时候大概五点多嘛，我一直抛到现在，水应该已经算最满九分多了，但是目前全长期的白带鱼是个位数，数得出来。那我们比较前面这边的话，目前就只有起一只白带鱼，然后今天体型偏小，非常的小，大概两指半左右的白带，所以我还是有在抛啦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快放弃了。那待会运气不错有起一只的话再拍给大家看。各位，经历了大概五个小时，我终于起了第一条鱼，第一条白带鱼。那今天体型都不大，然后都咬很前面，这是第一只咬远的，然后可能下半场机会会不错，然后我们量一下，哦，三指，所以这是三指，终于开壶一条，继续。各位，我中鱼了。丢一啊！哦，那个遥远的感觉很好，整副吞呢。整个那个咬是真的很猛。大概快三指，两指八吧，但是还蛮长的啦。我已经过了那个石头了，然后突然定杆。各位，我的第三只白带，哇，不小心被打到了。好，三指白带，算长了，型还不错。各位，再度开壶，第四只白带。小量一下，哦，有三指，然后型都还蛮漂亮的，条比较大只哦，哦，好粗哦，大只很多，
只肚子胖胖的，各位你看三指半超过，哦，三指半有，然后肚子很大，然后我们现在钓法就是钓它吃下去的鱼，哦，现在挤它那个它的鱼，然后待会吐出来。嗯，刚是会吐出来才对。吐不出来，那这只体型真的还蛮漂亮。给我把它的鱼挤，旁边的钓客帮我把它挤了出来，因为我刚刚只卡在喉咙。然后我们现在用那个，我们用那个在钓，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五只白带。各位因为传来，然后我赶快把天涯收回来，结果八道。白帶从尾巴，我没冲过八道的，笑死！我刚差点传来，差点卡到，然后这只哇吃超饱，哇有柿子哦，哇这只很大啊，扩到尾巴。这我的各位，我的第六只白带鱼，我们又要开始送铁板喽，挑一只吧，挑个这个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这个是我在那边认识的钓友，然后现在送铁板，然后选一只吧，30克的，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今天冠军钓的白带哦。待会我们数一下，看总共有多少只白带。那12吗？不止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啊，13，三而已啦。对啊，哎呀哎呀。对啊。因为今天这边其实不算很咬，然后。今天能钓这样，其实已经算还蛮不错的了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已经6点整了，然后我今天沉底一直到现在打母光才开始用下去，因为我的饵其实都还没开始用啦，就是唯一用到就是秋刀鱼嘛。那原则上我应该会把。剑虾跟青虫用完才会走，然后目前那时候3、4点是退到底嘛，然后所以现在这时候是开始防涨，所以应该今天应该也会有机会啦。然后目前这时间我是包场的，所以。我才赶快沉底煮一煮，赶快抛下去这样。母光的第一只鱼，它卡动了。等一下吧，各位。刚拉力还不错。但因为我这个
我把它用成三连钩。那三连钩的话，希望它是钻洞，不是其他钩子卡。钢的拉力还不错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然后如果还是卡，我再把它再拉断好了。那副三连钩啊，可惜那个大丸之后它卡底，然后我就整副断。母光这一波其实很消耳，可是我今天都还没起鱼耶，就是我单钩的也很咬，然后三钩的也很咬。都是小鱼比较多，一直被咬，中不了钩，然后唯一中钩的那个钻洞了，整个都卡死。吃光光。可宰，我们的鱼儿有了。今天的后壳体型还不错哎，有比较大一点哦。待会单钩再把它勾下去。现在的潮汐应该涨半分有，在六七分左右。如果用虾仁真的太咬了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换成那个三八。三把它应该比较没那么容易就被咬走。哇，那个反应真的是太夸张，饵下去就秒杀了。感觉有反应，可是小鱼真的还蛮多的。反应一点点而已，可惜母光那个大弯弯的很漂亮，卡底了。前段时间我起了很多小石斑嘛，
那这一阵子来的鱼种又都变了，都不一样了。收起来看看看有没有中，因为我刚钓前面三连钩，它断一钩了。因为前面会有些缝，里面其实旁边那个岩壁上都会有一些螃蟹，螃蟹会把钩子拖下去，然后就卡了。被咬一个，应该有中鱼了。今天虾仁跟虫真的是超消饵，下去就咬走，下去就咬走。天哪，我钓到了什么？我都傻掉了。各位，这算是今天最大奖吗？超夸张啊！难怪我今天一直被咬走哎，这也太大只了吧！傻掉了。这应该是我现在的最后一杆了。那今天母光其实成效不是很好，就是刚母光我有一杆大弯，然后那杆大弯就卡底之后，就到现在疯狂消饵，然后都没有鱼获，连小鱼上钩的机会都不大。那可能会有很多小鱼啊，因为那个饵真的是不管用什么都咬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成效很差，所以我超准备要收，11点多了也差不多了。那今天就是起了6只白带，然后白天的话这边就一只后壳仔，然后还有一只超级小小鱼，就这样。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那大家拜拜咯。